好像是随机的。你看，这个上次就没有。丘比特的绳子，怎么了？这不蛮好的吗？我靠！哎，这什么眼睛？气球长耳朵，这个我记着了。右上角薯片，右边是这边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好不明显哎。对，啊，这个不对。妈耶，这个花太小了，真的错了。哎，这个立块好可爱呀、啊，这个好可爱。对，帽子都快把猫的头给压进去了。哇，这个好难，这个好难啊！这个这里还有嘞，哎，这个蝙蝠，耶！但是不好放水。我还想玩一个这个，它有些图真的有意思。哦，这个拿的是炸弹，我的天，有。这个鸽子吃的太胖了。哎，真的可以，我乱说的。物理减肥啊。哦，对，卖萌的表情。我找不到了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哎，这关好难，会不会是这个蝴蝶结啊？我看这回熊倒是挺乖的，然后猪鼻子这个错了。对啊，真的好可爱，还要这个游戏。嗯，完了，我又找不到了。嗯，这个龙虾笑了，不行吧？哎，竟然可以。感谢，又难了起来。哎，这游戏音乐都还蛮开心的哦，这做的蛮好的。但是这不是我找不到的借口啊，这个米饭长得像包子，不对，荷包蛋。是呀，大好能藏呀，这个不对。哎呀，这关好难！我靠，这乌鸦突然变成公鸡就有点缩了。我找不到了，这个好难哦！这是不是少了一个小灯笼啊？应该也没有。这个也很对劲啊！啊，不行，我不会游泳。好可爱，这个。我在玩这个冷笑黑妖做的新游戏。叫做什么黑爸爸，不对，猫爸爸，猫爸爸，什么爸爸，黑爸爸。